看一下，它往上转，往下飞，在那里转，两个都停了。知道了吧？我说等一下有个客户，我说你那边是用我的设备在做东西，到时候你跟他，他等一下打电话去问你的，你到时候就说用我上台看讲的好不好？到时候可以，这非常顺利，是啊，可以啊。哎，这卷的还要狠嘞，卷的还要紧嘞，转换一点就卷得紧。抓快点，胸带跑慢一点就可以。哎，这拧得紧。妈，等会我们讲不比成本要漂亮一万倍。对。妈，成本在广州挤不出来的小时候挤一头汗，我几个人他妈八个师傅在那搞不出来。可以了吧？Do you know?